你现在才半岁就六斤多啦，大脸真圆润呀！看看，小肚子都耷拉地了。喜欢呀，知道为什么你这么胖吗？因为妈妈平时就给你吃得很好啊，这个猫粮外面都裹着鸡肉丝冻干，小猫咪都喜欢吃，而且全部都是新鲜的肉肉，干爽的小颗粒，一点儿也不油腻，还可以保护你的小短腿哦。好吃吧？你这大脸盘子一看就有福气。我要吃肉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不吃肉，身上没劲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妈妈给呢。你要吗？等着啊。给姐点儿啊！你瞅啥？好，给你也吃哈，老五也吃，老五，老三也要啊！好，哎呀，好，弹尽粮绝呀，要。还吃啊？你看你胖的。胖就是夸你呗，还谢谢。你们的肉肉等会儿就到了哈。对，现在没有，奶奶去外面拿了。你听听外面，你俩就敏感。不去外面，肉肉等会儿到。是没有，还没回来呢。喜欢肉肉啊，等会儿和姐姐们一起吃啊。还得给姐姐啊，不是我自己吃啊。咱们小母猫就蔫了呀，刚才不还好好的？哎呀，肚子胀胀的，该拍毛球了。行行，别急啊，你先把化毛膏吃了，我就让你去见它。你慢点儿，急死了。这是 GNC 毛拍长化毛膏，五姐跟三姐的关节片也是他家的，可靠谱了。这里面的 FOS 益生元和鱼油可以让便便包裹毛球排出体外，温和不刺激肠胃，所以大郎到现在都不吐毛球，都是拉出去的。而且它营养丰富，一管多用。大郎这身油亮亮的毛毛都有它的功劳。这个自带鱼香，配料也干净，可以放心喂。大郎乖，不是妈妈耍赖，外面小母猫都生了好几窝了，你可醒醒，别恋爱脑了啊。还是老五乖。腿拉长点，拉的不够，再拉。得了。大郎，你要干嘛呀？能不这么拼吗？喜欢，全世界都知道你最喜欢小母猫啦。知道啦，不是说了吗？等你长大了就给你选个漂亮的小母猫哈，好吗？不客气，大郎最有礼貌了。喜欢。真是想玩小母猫就吃饭，吃饱了又想小母猫。